呼心灵之力，竟如此强大，谁也为龙骨王死的冤魂。 竟如此强大了，门主，那是门主的命令，那是安静。 带你们回乡。 燕回去哪儿了？我能救他。燕回他，他被白小生带走了。白小生，他去了哪儿？我不知道。 双华树，你是陈兴山、凌霄真人。燕回呢？你知道他出事了？难道护心灵封印？你偷了他的灵？你是来取护心灵的？要你的命！ 燕回，没时间跟他缠斗。为了燕回，再信你一次。师父，幻术与圣妙，本尊允你所求。谢尊者。 是对还是错？
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你去死。希望以后你不会怪罪于我。你觉得白小生会来这里？白小生要借黑气之力救颜回。黑气就是让我大王变疯的那个。可是白小生为什么要将燕回带回这迷雾森林呢？这里的黑气不都被你斩灭了吗？为何幻王神志模糊，而你却神志清醒？那是因为我的真身还被别人控制着，尚未完全受到黑气的侵蚀。你背后之人是谁？黑气之主，青丘的一位统术师，可惜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真人长什么样子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。那个人来自青丘，善用统术，他将那些失去控制的人引入迷雾森林，折磨他们，让他们死在那里。森林深处那片碑林就是黑气聚集之地啊。你还能找到那片碑林吗？能，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，什么地方我都记得。带我去。天佑，白眼龙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可我还那么相信他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。你不会就是阎王爷吧？勾魂鬼差，牛头马面，地府判官啊！不要慌张，你还没死，我用法术救了你。救我？哎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有心跳啊！你救的我，你是谁？你不是阎王，那你是哪儿的高人啊？啊，这又是哪儿？你怎么会跑来救我？这到底是在哪儿啊？闭嘴！会说话？这东西真的假的呀？发报消息，遍传天下，童叟无欺，绝无虚假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哦，只见妖龙只身来时，黑云压城，素影真人毫不惊惧，霸气展开千丝缚妖阵。妖龙孤注一掷，冲破阵法。素影真人顽强抵抗，最终不敌，
被钉在了广寒门大殿主座之上。你觉得这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？是真的。这上面有凤千硕秘宝化为的标记，他不会传假消息的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恭喜他吧，他终将大仇得报。就这样。去休息一会儿吧，等吃过饭后我们就去干红竹林。你的性命对我来说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。燕回，你是很特别的。原来命在别人手上是这种感觉啊。哎，你这头上的黑花是？我也不知道，估计是黑气之主拿来给我续命的玩意儿吧。燕回。嗯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怪你。我救了你，虽然你活了下来，但以后活着的日子都要仰人鼻息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总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。好兄弟，以后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无论如何，你救了我。对了，嗯，你之前说青丘有一个能够摆脱黑气之主控制的秘宝，我陪你一起去找，怎么样？你要反抗他？也谈不上反抗，只是不想靠别人的力量而活，那样总觉得亏欠他人，没意思。你不去找天耀报仇了吗？不去，不想，不值得。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看透了，想通了，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比好好活着更重要。而且我体内的护心林本来就是他的东西，他拿回去了也好，两清了。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再也不想与他有任何的瓜葛，我只想好好活着。燕回，我现在将石海救星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息，此生一瞬间只为你。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